你这个三毛，竟会闯下这么大的祸！猫。这个男人下手也太狠了，脚脸都肿起来了。妈，都是你三毛，看看你师父受这么大的委屈，脸都肿了。妈，你别怪三毛了，都是我不好。怎么了？人家想问男问女，我去揍人家，戳人家眉头，说人家没男没女，得了绝症，人家打我一记耳光，还算客气的呢。唉，都是你三毛，叫你师父受这么大的苦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师父从小眼睛看不见。几十年了，我从小带到大，我也没打过他。妈，你看，今天你都是你三毛啊！你真是，我看见你就臭眉头。妈，你别怪他了。你真气死人了！妈，妈，你别怪他，他会做好的，就怪我吧。妈，看你这样，妈心疼啊！妈从来没打过你，妈，我从来没打过你。我知道。石老，你在这个地方哭什么哭啊？我哭关你什么事了？那你替我伞干什么呀？飞了！你们家死人了？你们家才死人了呢！走走走走，跑开跑开跑开！我就在这儿，我就不跑开，关你什么事？去！哎，你不要在这哭好不好啊？楼上会扔馒头给你吃的呢。我不要吃馒头，那你走开啊你！彩英啊，嗯，吃早饭吧，那，哎，给。吃吧，妈，你吃了没有啊？我早吃过了。三毛呢？出去了。他吃饭了没有啊？哎呀，你看，饭早就准备好了。我说了他几句，不高兴出去了。这孩子真是，大人说他两句，他气气就走了。妈，以后不要再说他了。他毕竟是个孩子嘛。孩子，孩子，我看啊，就是个饭桶。我气也气死了。我让你不要带他来，你偏要带他来。简直是个累赘，吃不消的。哎，蔡姨，我知道三毛在哪儿，我去找他，我一定会找到他的。你不要找了，三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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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毛，你刚才又不在这儿了？你说些什么呀？真是怪你们！哎呦！别吃，来来来来来，吃吃，来来来，胖子，上面写的什么？给他们看看，给他们看看啊！你们想吃馒头吗？想。香吗？香。字认识吗？不认识。小屁崽，字都不认识，还想吃什么馒头？不帅，不帅，不帅！小屁崽，你给我滚蛋！走了，你们都走，哎，真是不像话，不给我们吃馒头，真是。三毛，妈，有没有看到三毛？妈，三毛，
请问有没有看到三毛？你这臭瞎子，这里没有三毛，你在说瞎话，你这狗娘养的小杂种。三毛，三毛，三毛，小三毛，有人在叫你。三毛，有人叫你，快去吧。三毛，你在哪儿？请问有没有看到三毛？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。三毛，三毛，你师傅？嗯，对，去吧。三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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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跟我回去吧，三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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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快跟我回去吧，三毛，你在哪儿啊？三毛，三毛。不要紧，快跟我回去吧。三毛，你不救小东东了？三毛，师父，三毛，来，三毛。回家吧，师父。别哭，别哭，师父。我们回家吧，啊，跟我回去吧。这两天啊，我又调查过来，金老板为人敬业，是个敲诈勒索的地痞流氓。邻居们都说啊，每天都能听到小东东被打骂的哭叫声。一个才10岁的小姑娘，这样受虐待，真是造孽，造孽呀！师伯，我们救救东东吧。三毛，既然师父和师伯都答应你了，我们就一定会想办法的。嗯，哎，现在机会啊，只有一个。什么机会啊？三毛，这个是天机不可泄露。什么天机啊？怎么？你忘了吗？啊？哦，知道了，这个天机是不能放过的，不能放过的。不过师伯，等我回来，你们一定要把天机告诉我的。好好好，你回来，我一定跟你讲啊。那我走了。哎，快去吧。这个。哎，这个天机不可泄露哦！去你们两个，这个小鬼！师兄啊，什么天机啊？什么呀？你这个徒弟今天也不灵了、是不是？你又要给我唱四季歌了？春季到来柳丝长。大姑娘，八十的是美、你这个柳公心啊，今天不行了、我跟你说啊，金老板的妈妈最相信佛了，每年花在菩萨身上的钱啊，数都数不清楚啊。这跟救小东东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明年得先回去，啊，起码金老板的妈妈。对对对。算命，算到你过去将来，算到你升官发财。什么？你去看看啊，去看看。算命。
去将来，算到你升官发财。三毛，三毛，啊，师傅，看见小东东了吗？没有啊。师傅，怎么东东还没出来啊？哎，我再等等，再等等啊。哎，那不是东东吗？哦，在哪里呀？东东，东东，三毛哥哥，你们快救救我吧，我快被他们打死了呀！东东，师伯，这就是东东。哦哦哦，哎呀，库林，库林啊，师伯，库林啊，师伯，这儿全是伤哎。哦，我快被他们打死了，你们救救我吧！啊，东东，我们会想办法的。我会想办法救你的啊。嗯，你放心吧，你听我说，到时候你就装作不认识我，知道吧？嗯嗯，师伯对吧？哎，对对对对，你真的要装作不认识我，懂了吗？懂了。我们会想办法救你的，我们会来救你的。嗯，东东，你在哪儿呢？啊！哦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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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这小贱骨头，死到哪儿去了？楼上楼下找不到你。倒马桶，倒马桶倒那么长时间，你又挨打了是不是？我不打死你！哎，叫你们看完，叫你们看完，我打死你！师伯，我们救救东东吧，快点救救他，快救救他吧，等等，救救东东吧，师伯，救救东东吧。别急，别急，三毛，我会想办法的。快回去烧饭去，大马桶拎回去。小贱骨头，打不死你，哼，死东西。啊，来了来了。二位请啊，好好啊，三毛，切切切啊，慢吃啊，慢吃。哎，老板，来来来来来啊！哎，老板，这个事情托你了啊，事成之后啊，我会重重的谢谢你的啊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我们都是江湖上混的人，再说你也是为了救别人嘛。啊，是的，是的。哎，老板，哎，你去忙吧。啊，好的好的，您慢吃啊。好好。啊，三毛钱。啊。哎呦，张铁嘴。您在这吃馄饨呢？是的，是的，先生，哎，请坐，请坐。最近生意忙不忙啊？哎，托付，托付，还好，还好。哎，对了，我给狗拍了一张照片。哦，好好。啊，这你徒弟啊？哎，我徒弟三毛。哦，三毛，你看看，像不像这个照片？哎，像的。哎，像的。哎，张铁嘴啊，我想给狗算算命啊。哦，这个狗的时辰是？哎，这狗是去年一月份。哦，一月份。啊。晚上哦，晚上，晚上，哎呦，哎，老先生，这个狗将来要升天堂的。哎呦，这么福气啊！什么道理啊？啊，天机不可泄露啊！哎，你讲讲，讲讲看。啊，俗话讲啊，一人得道，鸡狗升天。你得了这个道，狗还能不升天吗？哦，张铁嘴，辛苦了啊！再见啊！不客气，哎，我走了啊，走好，走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去东去玩哦。哎哎哎！三毛什么事情啊？哎，张铁嘴，为什么那个老太婆来了？啊，三毛是好。那边，哎，在哪块啊？马路对面。啊，三毛，老太婆来了，老太婆来了。小王，你看清楚这个，他都在我跟前啊，你听我讲啊，晓得吧？来呢？哦，你唱歌呢？哎呦！啊！小王，怎么了？前面那个老太婆要出事情的，真的要出事啊！哎，你说的是我吧？阿婆啊，是你呀、啊？我刚才说啥你的？你说要出什么事啊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哎呦，我冷死了！什么？把东西拿，我们走。我不走。你先生，快快快，快点开始。哦，快走，快走。哎，先生，哎呦，冷死了。哎，先生，哎，宿命，宿命。铁嘴一开，财运进来。阿婆，阿婆，刚才他跟你说了些什么呀？哎，他是谁呀？你不认识他？他是上海滩有名的算命瞎子，叫张铁嘴呀。我知道他是个算命瞎子。哎呀，我跟你说一件事啊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啊，来来，我告诉你啊，哎，来坐好啊，哎。
阿婆，我跟你这么一说啊，你就知道他的厉害了。哎，阿姨，哎，前些年呢，有一个小瘪三，这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。有一天他就找张铁嘴，哎，你猜怎么样？张铁嘴怎么说？张铁嘴一看他呀，吓了一跳，掉头就走了。那后来呢？啊，后来小瘪三追上去问，哎，怎么了？哎，张铁嘴说，哎，你老了我，我可不敢跟你说明啊。为什么？哎，这个小瘪三觉得奇怪啊，再三的追问他，张铁嘴说了，哎，你可是大人物的命相啊。哎，这小瘪三听了忍不住哈哈一笑，哎，走了。大人物？那哪个大人物啊？哎，就是当今的黄金荣啊。哎，黄金荣你还不知道吗？我要出事了。老白，老白，你告诉我，那个算命的张铁嘴住哪儿啊？哦，穿过这条马路呢，往北走50步，然后往右拐弯再走50步，然后再往……哎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这他到底住什么地方？你把我搞糊涂了。哎呀，哎，你穿过马路一打听啊，人家都知道张铁嘴的命相馆的。啊，面相，谢谢你，哎，谢谢，我没有，哎，拿着，哎呀，不用客气，啊，您那谢谢了啊。哎呀，我出事了。哎，师伯，你说那个老太婆会来吧？哈，三妈，你就笃笃定定的等着啊！今家这个老太婆啊，会包粽子一包，上门的。师伯，你怎么知道她会来的啦？哎，那当然喽，要不然我怎么能在上海滩开命相馆呢？啊！师伯真是神了，哎，神嘞！什么？啊，把印象拿来。好，那，嗯，好好好，怎么给我递印啊？好了吧？还没有。嗯。哎呀，三毛啊，你是小鬼这么笨呢？来来来来，给我的。给你吧，给你吧。嗯，来了啊。哟，佩服，佩服。怎么样啊，三毛？啊，师伯，你真有本事，佩服，实在是佩服。怎么啊，我的绝招躲的是啊。啊，那么多绝招啊。嗯。哎。不过我的绝招再多又有什么用呢？为什么没有用了？你师父的妈妈是不会要我这个孩子做上门女婿的。哎。哎，怎么啊，你师父有照片吗？嗯，有的。啊，什么？你能不能给我弄张啊？给你弄张啊？哎，让我想想。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啊，不瞒你说，我现在身边就有一张。哦，你现在身上就有一张？哎，来，什么？来来来来，抱抱抱抱，哎，快抱我。怎么，快点看，是照片吗？是的是的，
什么？再把我摸一下，摸一下。还要摸？最后一次了。啊、哦、啊、哦！不许赖皮啊、哦！不赖皮，不赖皮。哎，师傅，哎，叶思明，从今以后你就试试看看，在我身边啦！哎呦呦呦，哎呀，哎，叶思明啊，我两块钱呢？到了到了，哎，好的好的。老大拍香烟。哎，丹青啊。哎，卖香烟，卖香烟，老大拍香烟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没。听着，有人敲门。有人敲门？你听这个声音，是个贵夫人。哦，说不定那个金老太婆来了。好，我去开门。哎，没。什么？装好？装好？嗯。怎么害怕吗？不害怕，有师伯你在，我怕什么？好样的，来，给我个棍棍。来啦！来啦！是张先生吧？必然就是，啊，是阿婆啊，请进，请里面请。好。阿婆，请坐。哎，请。怎么？哎，上茶。是。阿婆，请。谢谢。师伯，请。啊、哦。怎么？阿婆，啊，请用茶。张先生。嗯。你看得见我？啊，阿婆。哦，张先生，哎，我听那个馄饨摊的老板说，你给黄金荣大亨算过命啊。阿婆，这件事情不值得一提，啊，大亨是人，毕竟也是人。是是，张先生，我坐黄包车来的，啊，黄包车夫说啊，你是个活神仙呢。哦，有，过奖过奖了。阿婆啊，我晓得，你到我这地里来，要送什么？哦，哎呦，张先生，你怎么会知道的？阿婆啊，我刚才在路上行走的时候，突然觉得身上一阵阴冷，我就脱口而出，说你马上就要出事。啊！现在你又来到我的面香谷。你刚一进门，我也感到身上一阵阴冷。阿婆啊，这股阴冷就是来自你的身上。啊，我而且现在我身上又觉得一阵阴冷。哎呀，张先生，我会出什么事吗？没。人都喜欢听假话，假话害人，试下看着。正话人之兵，但不知情。阿婆，你喜欢听正话，还是听假话？张先生，我求求你说真话，说真话，说真话。好，阿婆，我实话跟你讲，你在七天之内，将有血光之灾。哎呀，张先生啊，你别吓我。你别吓我呀！什么？宋哥，张先生，张先生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说的明白点吧。今天就到此为止。对啊，你先回家。对，不怕。两天以后你也有麻烦再来找我。如果没有什么麻烦，你就当我这个瞎子是放屁。不，什么？宋哥，阿婆，走吧。张先生，这个命钱，这是命钱，命钱。你再说明白点吧。我在做好事之前，我是不收钱的，请你收回去。哎，张先生，总裁。哦，阿婆，你还是走吧。那我怎么办呢？
让宝镜避云险。什么 ？KK， 里面有没有老虎 ？KK， 啊 ，KK， 啊，有没得老虎啊？一只刺老虎，一只熊老虎，哎，全像真的。师伯，怎么会这样的了？啊，哈哈哈。在忙。当我的手在地上滑的时候，进家的人一定注意我而不注意你。这个时候，你把碱粉掺到碗里，倒上水，然后把碗给我端上来，喝含碱水，像这样喷上去。这个时候，地上就会出现血淋淋的场面啊！师伯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哎，三毛啊，狼族，狼族。哦。三毛啊，我的手上有一种粉末。粉末？此粉末叫姜黄粉。姜黄粉。它和手指的颜色差不多，一般人是不会注意的。只要我的手一碰到碱水，马上就会变红，像血水一样啊！哦，哎，师伯，嗯，你这玩意儿哪来的？是不是祖传秘方啊？哦，哈哈哈哈三毛啊，我跟你讲，这样重要的有的吃，像买青菜一样多。哦，像买青菜一样多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师伯啊，嗯。我还有一件事，嗯，如果金老板发现你装的粉怎么办？不会，除非他是慧眼金睛。嘿，哎，师伯，哎，我们不但要救出小东东哦，还要把金老板骗他爸爸的钱全部再骗回来。对对对，三毛说的对，我们不骗这种人，我们去骗谁呢？这叫靠山劫山。师伯。是不是骗坏蛋吃坏蛋，敲蛋吃蛋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，敲蛋吃蛋，敲蛋吃蛋。什么？我要是把小东东揪出来，你怎么答谢我啊？啊？哦，师伯，嗯，我三毛一定会知恩图报的。师伯，请受我三毛一拜。哎，不不不不不不，起来起来起来，三毛，起来。师伯，师伯。三毛啊，我的心思你是最清楚的了。哎，是什么心事啊？哎，你忘了，就是那个转弯饺子上。转弯饺子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那个一包乌苏豆，两只茶叶蛋，三个鸭头颈，四两老酒，五香猪头肉，外加六个豆沙包，对吧？哎，还有呢？还有啊？啊！哦，我知道嘞，还有两个猪耳朵。哎，到底是小孩子啊，一点也不知道大人的心思啊！又怎么了？师妹啊，师妹啊，师伯，这个不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啊？古人说，多傲世人也。哎，师伯，来，你看看，我跟你师父陪不陪呀？不配，不配，真的是不太配呀！
哎，停停停停停停停！马夏雨，你就是算命的张铁嘴？请问先生，尊姓大名？前天我老娘到你这儿来算过命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了？吓得我老娘病了。好，到我家里走走。季老板，我今天没得时间，改了再去吧。干嘛？走，你们走吧。哎，走走走，少废话。哎哎，我今天和人家约好了。哎，我今天和人家约好了。我走，季老板。我没得时光。哎，季老板，走，快走。季老板，你，哎呦呦呦呦，马上要到了。谢宝，谢宝。谢宝，哎，谢宝，来来来，谢宝，哎，谢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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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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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谢宝，来了，来，谢宝，哎呀。什么？哟，老爷回来了，请。小瞎子，进来。老请。哎呦！你先在这儿站一会儿。妈，师伯。他家是个大户，我晓得。三妈要明察秋毫。三妈，哎，妈，咱们慢点，当心啊！来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张先生，你们来了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金老板叫我来，我能不来吗？哎，请坐，请坐。好好好。哎，妈，坐这儿，来来。来，师傅，这里。张先生。你给我们好好算一算，算准了，命钱至多不少啊！张瞎子，你给我说话识相点。哎呀，子，你怎么可以这样称呼张先生呢？真是，哎呦，阿弥陀佛！娘，我改就是了。哎，张先生，请。啊，那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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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王，哎，拿着。好。阿婆啊，哎，阿婆生意加威尼，兵营月，鸡毛了，信天时，尽说流年定有。阿婆说羊。哎呦，儿子，你看他知道我属羊。啊，养了户口理所当然。阿婆啊，我听你说过了，你十九了，有血光之灾啊，不虎心造羊民，虎吃羊，羊吃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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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虎吃羊，虎吃羊，羊吃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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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张瞎子，你胡编些什么了？吓唬我娘是吧？金老板，我怎么敢吓唬你的娘呢？那你胡编什么白胡精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都是我。干什么？是我。怎么样，儿子？金老板，阿婆，你们如果不相信白胡精的话，我可以叫白胡精当场寻阴险。好，张瞎子，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金老板，我跟你讲。大家不要动气啊！大家不要动气，不要动气啊！哎呦，师伯，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金老板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万事呢，在信与不信之间。这个呢，是信者灵，不信者不灵。到底灵不灵，就要看我师伯显神灵。我告诉你啊，金老板。你要是再对我师伯没规矩的话，倒霉的是你。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儿子，叫你名字阿木林。哎呀，叫你名字阿木林。这小神仙和张先生说的对呀，
我们请佛呢，心要诚。人家张先生还跟大亨黄金荣算过命呢。是吗？嗯，那我倒想见识见识。张先生，小人见，刚才我说话，请原谅，原谅。八，阿婆啊，金老板，你们家有没有黄素子？有，秀娥，快到房里去拿。快去拿来。张先生，我金某人丑话说在前面，如果白虎精不显灵的话，小心你的命相馆。哎呀，儿子，过来。哎呦，张先生，三毛接旨。好，谢谢阿婆。金老板，阿婆，你们都是明眼人，看清楚了，三毛把纸铺好放好。好。哎，师伯，师伯，这一次显出来的小老虎是雌的还是雄的？什么？也雌也雄。老公啊，你听他们的，白天说白话，晚上说黑话，我才不信呢。师伯，请白虎精显原形。给他们过目。好。我给你放大镜，你自己看看清楚，这可是货真价实哦。看清楚没有啊？哎呀，真是一只白虎精啊，满身都是血呀、啊、虎身上都是冷的血，否则就不叫白虎精了。对呀、啊、哎呦，老板看看清楚哦，有脚，有头，还有嘴，像，真像。哎，哎呦，妈，妈，妈，真像。哎，哎呦，怎么会那么像呢？坐坐坐。妈，张先生还真有两下子。没有两下子，没两下子，他会跟大亨黄金荣算命吗？张先生，请你继续给我们算命吧。好好好。金老板，你昨天破财了吧？啊，破财！儿子，你昨天破财了没有、啊？我昨天掉了根项链。哎呦，怎么会掉的啦？张先生，你怎么知道我掉了根项链？哎，你的嘴好厉害呀、啊！哎呀，不厉害的话，他能叫张铁嘴吗？是。张先生，你为我算一命吧。金老板，我有几句话送给你啊。万事由天莫苦求，须知福禄赖人修。当年财宝难如意，晚景欣然变不忧。禄为养命之源。金老板，你一生风禄，任劳不愁啊。张瞎子，你看着我娘老实，净说些吉利话是吧？啊，金老板，我的话还没有说完。对、啊哎、那你说。
老板说后。说后？建议不服性重返，这怕龙华不长久哦。啊？怎么又是白虎精啊？哎呀，张先生，照你这么说，我们娘俩都犯上白虎精了。这个嘛，哎，怎么？我们走。哦，好，我们走。哎，张先生，张先生，我求求你啊！阿婆啊，这不是我一个哈子的本事啦。哎呀，张先生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无论如何要帮我们把白虎精赶走啊！哦，听意，听意。对、阿婆啊，我回去再好好说一说，今天就告辞了，望你好好保重，能不说就不说，能不动就不动。好，能不吃就不吃，能不睡就不睡。哦，好。哎呀，儿子，钱、啊、钱、张先生，钱，这是命钱。这是命钱啊！啊，三毛啊，我们走。啊啊，告辞了，告辞啊。慢走，慢走啊。慢走啊，张先生。好好好好好。